那么老师傅这儿的东西怎么样呢？这个有裂了。好脏啊。这个最低多少钱啊，老板？老板，这个小粉盒底儿，用网上推荐吧。啊？保质。说个能成交的。订购呗。八十。老板开价八十。嗯，八十块钱贵吧？八十元。最低多少钱啊？那个，说个成交的价格。就跟你说的成交的价格。八十啊。啊。嗯，八十有点贵了。嚯，这个。这个炉子，这家伙可。一层油泥了，那个怎么办啊？这个小锅啊，1000。1000啊。我下边那炉子，我下边叶龙呗。价格高啊。我下边叶龙呗。小米的。多一块儿这个。六百。这小粥锅呢？原1000。您这这东西要的都高啊，价格。最高。这品相的1000，这粥锅。一百。有地多钱？你都不说那个卖价。这个底儿30出吧，出我就拿着，30出不出？30不能。30不行啊，不行算了，不行再赚去。哎呀，有啥新东西呗？这个小壶，这是一面带画片的哈。这小壶怎么卖？这个180，这应该就是5、6、7的吧，是吧？5、6、7的，小茶，这还有一个什么造盒的是吧？这造盒多少钱？100块钱。福寿纹的，佛手16，福寿100块钱。